今天这个项目呢是恋爱巴士，单纯的伴游，可爱的小妹妹又会讲中文，陪你开心聊天。我是大学生呢，国际企业。哇，国际企业，超棒，有很多企业可以帮他管理。骑马射箭，这边已经在讲。哇哇，我们欢迎一号选手跟我们挥挥手。来，对，这个架势不错，不要只在旁边的，这个架势不错，对，这个标很标准，对，要那个下面哦，下面。欢迎收看《超派人生》，唯一支持的乔基短基。今天我们又开发出一个很热血、很新奇的项目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后面这台豪华的大巴？哦、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国金号是比较小的恋爱巴士，通常大巴我们看到叫做感谢祭。恋爱巴士，什么叫恋爱巴士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在这一个巴士里面有所有让你想恋爱的元素。那当然，其中缺不了就是美女啊。而且我们特别找会中文的美女来满足跟你们沟通的这个需求。需求，对。而且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日本的一个节目叫《恋爱巴士》，我们不能身处其中，但是我们在越南开发了这个，对，越南版，让你们可以体验一下。我刚偷看了一下，那个数值都蛮不错。大致安排哪一次数值不好，根本就变成小布的后宫准备。好，没有。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美女上我们的恋爱巴士，好不好？好，眼睛要睁亮一点哦。第一位就已经惊为天人了，哇哈哈，哇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哇！两位，我可以坐三位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倒三角是怎么挖哥啊？哇，这个太漂亮了。不错，大致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，哪次让我们失望过？那我们就今天就开启我们的恋爱巴士，超拜拜！因为我觉得这个妹妹很可爱啊，很好好。你哥都没跳走啊？都是这样啊，要么就是阻止我去玩，要么就是把我喜欢的，对不对？抢走啊！生命总是会找到出路，你往你后面看，不敢看到我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大学生，大学生，现役大学生，国际企业，国际企业，哇，国际企业，超棒，有很多企业可以帮他管理，需要很多。我对国际企业也略懂略懂，我有研究，我有研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美姿，23岁，像韩团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很像韩国的明星呢。会不会跳那种拉贵咖？唱歌。大学生哇，学什么的？我想做老师。你想做老师？那、啊、你想教什么东西？我想教中文。说的很好。那你可以教我，我们回去多聊聊嘛。我遇到这种学生怎么办？拖出来打屁股。要打屁股，等一下我们找找个地方好好打一下屁股吧。明明就是很单纯的校外教学恋爱巴士，明明就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好像是白天的夜总会一样，搞成那么闲事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来上演维欧鲁基好了。其实的发想真的就是从恋爱巴士的想法，平时可能一个导游对很多 的客户，那个你是没办法跟他有互动的，但是我们特别想了，哎，你有一台巴士，然后有美女一边帮你做导游一边跟你聊天谈恋爱的那个感觉，重点是美女啦，很多时候不是吃什么，而是跟什么人吃，像我跟 Lucky 吃饭就真的索然无味。真的美女她喂你石头你都觉得看这石头好不好，好好吃。今天的目的地有多远呢？车程应该是40到50分钟左右，抓得刚好，因为总是要有一点时间啊。如果5分钟就到了，那搞屁啊！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由美女带我们去一个非常阳光的哦综合的场地，它有钓鱼、有射箭、有骑马，可以跟美女一起骑马，就像以前我们古代草原历史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舒服。为什么你笑容那么的淫荡？主要就是以户外为主，对哦，然后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谈恋爱那种感觉，哦，联谊刚好让你回味一下，对了，纯净一下心灵。后面有一个墨镜哥聊得很开心，墨镜哥，我看跟你聊什么？不方便讲，不方便透露，刚刚讲的不是阳光的行程。
你要喝水吗？哎、欸，我帮你拿了一罐水，帮你开好了。对。来看一下这边哦，这个小草原这边还有一个小湖，这边有很多的项目，然后晚上又有像晚会的晚宴的餐厅，有篝火、哦、有烧烤，对，大致旅游来到这边都会先帮大家预定安排好，你就是跟妹子谈恋爱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就 对，就从互动中找出那种恋爱感。外面看起来蛮荒凉的，但是里面别有洞天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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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转一圈我们看，我们对，我们看一下你的服装，这个有点像那种打摔跤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穿这样子会打马赛克，不是打摔跤。有骑过马吗？没有，差不多了。那等一下超哥带你去骑。哇，我愿意当你的马夫。OK， 牺牲够大了哈、哦。那我们有请超哥去牵马啦。超派，超派，美女们已经变装完成了。变装完成。哇哦，哇，你看这个好漂亮。那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七大去骑马。走走走走走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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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你一样，他辫子，然后帮你照相，下一个，一二三，要先建立感情，是啊是啊，哦，其实骑马很简单，对，一开始你要先跟马建立情感，第二步要做的就是带着他散散步，其实这感觉挺浪漫的，真的、哦、有点《还珠格格》的感觉。他怎么他的马换成是人家在牵啊？亚洲的马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来、做耕作，或是带你去做苦力、啊、做苦力的，苦力对、哦、所以我们叫马夫嘛。我认识很多马夫嘛，对，你就是马夫。对对对，那欧洲的讲法就不一样，他们叫骑士，骑士跟马夫一听好像就不太一样。很急 ，Mabel 不太敢。你是做马夫，然后我去做骑士。好，这边已经在骑了。哇哇，我们欢迎一号选手跟我们挥挥手。哇，另外一批也出发了，都出发了。这个场地是非常的安全的、啊，它是平缓的地方，安全的设备以及专业的骑师在教导你的话，其实你都不用担心。这边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一项运动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一种可以互动的感觉，两个人可以骑一只马轮流培养这个感情，这样会更好玩。哇，笑得多开心！真的，对呀、啊，我都想当那只马了。等下这个被那个马师。啊，那也有可能。哇、這個哦，我们还是哇，非常的，这是故意的，故意的。春秋，骑马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爽，很爽，真的吗？因为这只马，他们说是追凶的，喜欢那种刺激的感觉。怕了，怕了，不要说谎哦，马很敏感，这个马很敏感的。我们下一位女骑士，果果好玩吗？好玩了、哦，好玩哦！那你会不会再来玩？看跟谁了，跟谁？跟你就不会，跟我就会了哦。这么体贴温柔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没挑错。好了，这我回去会把这个电话放掉。超哥说，刚刚那通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？骑马完了，要来玩什么？骑完了之后，当然就是要射了，对吧？对，骑马射箭，对啊，欸、射箭其实它比较像是游乐设施了，对，好玩啊，好玩的，好玩，以有趣为主。待会为了增加这个游戏的难度，对啊，我们会请两个火把过来，没错，火把，火把不会是我吧？分队环节，好好进入分队环节，你们猜拳吧。赢的先选，剪刀石头布，倒三角的果果，果果，来，我选春秋，春秋是大支队的队员。那现在换我继续选吗？是的，来来来，我选这位，宝义。来，我选择金毛。那我选择0900000000。要记一下分数、哦，四色哦，四色哦，好放哦，这个叫零分，这样就零分，这个零分，这个零分。果果，不要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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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果也可以哦。什么？什么叫？对啊，真的。这个画面大概会维持十分钟啊，大家自己想象啊。射不中，射不中，射不中，射不中。有人找你了。哎呦！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把自己去接剑呐。来春秋，
来这边放这里哈，放这里。怪叔叔不要乱教呢。然后这个要放这里。哎，放错了，你等一下，攻拿板的，这个教练，你攻拿板，你是来玩别队的队员是怎么样？倒着来吧，你要瞄准他下面。哎，你怎么作弊这么近啊？你瞄准他蓝色下面那个边缘射过去就对了，那个箭会坏掉，箭只有一支。对，好，放，哇，八分，这箭飞过来，这个后坐力，再一次，大师队第一箭。啊！瞄中间一点，瞄中间一点，瞄一下，瞄一下，瞄一下，好，上一点。啊！零分，好险，零分。有意图放水，他又把靶移他想要接住。来，换人，来。哦，行，好，放。大只拿靶，你射他。放。正式来，对。不是假装在教他，还是他真的比他会。是。我就觉得超哥在教都比较久。对啊，真的是哦。超哥果然是持久的。后面有定格。有人找你啊！拉好以后，然后就弹出去。对，放这里。对。好，放。有人找你。好棒！好棒！这个靶，其实漂亮不漂亮？其实这项运动考验的不是射箭的能力，是靶的移动能力。拉，对，然后瞄准他那个下面哦，下面架势不错，瞄准旁边的这个架势不错，对，这个很标准，对，瞄准，对，越轻松越好，直接出去，放。哦，我觉得我的心脏跳动了一下。厉害的不是他，厉害的是我。我有生命的危险。第一箭，来。啊！哦哟！来，继续，有分数就好，有分数就好。收到十分，小尊。哇！九分，有沾到的，有沾到的。Give me five， 耶！17-7啊，下一个0900，我已经渐渐的知道该怎么接箭了。哦，口好渴哦，加油一点啊！像弹像米筋一样拉起来就弹出去，就是了。哇！我操，十分哎！这个作弊啊，这个作弊，这个作弊，通常四射都会到十。哎，地上有。哇！耶！作弊还失败，作弊还失败。有饮料喝了，加油！Yes， 还是 Lucky 的脸看起来比较欠色，比较没错没错，这也是原因之一啊。瞄高一点，瞄他的龟头，不，瞄他的头，瞄他的头。对你很好。Yes， 九分，好了。这眼睛闭着都赢，眼睛闭着都赢了，眼睛闭着都赢。闭着会打出来打靶。哎，怎么有一匹马跑过去？高腰，哎，你差点被马撞到，你看到好恐怖哦。我觉得是 Lucky 的关系啊，我看到他的脸，我就很想射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是没有礼貌啊！还有指定靶的是什么鬼啊？超哥，哦，哎，我觉得这是靶的问题。打靶都中了，你是有多讨厌？超哥，我们口渴了，好玩啦！那我们输了，我们超派队就请大支队喝饮料，耶！恭喜！然后这个是为了拍摄效果起见，本来的靶梢是固定在地上。我下次我们大支旅游提供 Lucky 的脸贴在靶上。下次不要用靶了，拍一个苹果放头。小波，我是对你不好吗？谢谢超哥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不是，那不是超哥的队员吗？怎么他也超哥？他也想喝饮料，他也想喝饮料。
对，没错没错。除了是大自然的味道之外，我们闻到的是青春的味道。你讲这个话，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的贴切，但又带着一丝变态，一丝诡异。你跟他们，哎、欸，你哦、欸，他们也去学接见嘞、欸，女生去学接见，要去手把手教学。对啊，哇，单纯的伴友，可爱的小妹妹，又会讲中文、嗯，然后逗你笑，陪你开心、嗯、聊天，这种纯纯的爱，你有多少年没有感受到？哦，然后吃吃烤肉，又有专人服务，那这个环境大家看，氛围非常的好，氛围非常的好啦。这种行程是你在胡志明的室内，你很难遇到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室内活动嘛，但是总是要尝试感受一下不同的工作，因为身体也没那么好啦，总是要健康一下，不要一直在龙宫泡着水，身体也会发抖，会发抖。今天这个项目呢是恋爱巴士大之旅游特别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项目，我想这一个行程推出来一定会广受欢迎，因为你们看得到的就是所有你们可以拥有的一切，大之旅游总是为你着想，超棒！好，屁股翘。啊，可以。Rookie哥有收音，有收音。